好似一堂讲个元素，跟住讲咩叫离子。离子上次讲个分量大类，一方面就系阳离子，就带正电嘅。例子上次讲过，就系钠呢个金属。嗱，今日学多少少，见到阿 Sir 钠下都系写 Na 啊 ，Na 就称之为钠嘅化学符号。好，另外十一系咩意思咧？代表佢系个原子序系十一。